下工地也要吃好吃饱。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明天的午餐，牛肉面，满配牛肉面。牛肉面呢，我们选择都是这种肥瘦相间、筋头巴脑的牛肉。这种筋头巴脑的牛肉炖出来真的是巨香，满满一盆肉。先焯个水，起锅烧油，洋葱香、郫县豆瓣、黄豆酱，加入牛肉翻炒。我已经好香了，炒完入高压锅，我们再加入大骨高汤、冰糖、香叶、花椒、牛羊肉，45分钟，开始。早上8点，开工。一上午已经立完了，基本中午开饭，这边支脚支起来是吧？对，支个帐篷。哇哦，来刘哥选一个什么味儿？随便，这个。哇塞，肉多给刘哥炒好了，就午餐好吧，这相当的啊，全是肉，再来个蛋。来，太丰盛了，盖上3分钟。来下一个，我来个白象。白象啥味？这是什么味的？白象的。我来这个高汤的，我来呗，辣牛肉汤。我自己来呗。可以。哎呀，别掏肉啊，掏肉。先掏肉哈，掏肉。有点肉啊，有的是肉。我要这个筋头巴脑了，给我留着啊！全是筋头巴脑。哎呀，来劲，来劲，来劲！再来几块。哎，好、哎。好、哦，汤来点汤。哎呀，一人一个蛋，还有一个蛋呢。来一个卤蛋，带肉一起。还有蛋呢，一人一个蛋。一个，哎呀妈，这家伙！哎呦，冒了，冒了，冒冒太多了。再来点汤，再来点汤。够了，妥了，妥妥的。哇，来，就爱吃这筋头巴脑。土豆呢？土豆不吃，淀粉。OK， 鸡蛋，一人一个鸡蛋。都是占肚子。一人一个蛋。嘿，这是超级豪华版泡面。这才叫什么？牛肉面。肉牛肉面。对对，这有牛肉的。这个跟广告就符合了。哎，这才像那个图上的那个，图上广告就是这么来的，比图上还好吃。嗯。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中午豪华午餐。嗯，别提了，香香冒泡了。其实应该冬天吃这个最爽。面配一块肉啊，哎呦，啊，好满足。香不香？吃饱喝足，开工开工。